原来扇子中藏着邪恶组织基地的地图，他们沿着地图的路线来到了基地的入口，却发现有五只科技魔兽驻守在门口。大家躲在我后面，让我来看我的最强水柱。来，下一组团员班 HRC Drexy Kiss。云贝老师，伊里斯。高校那辈风。最后他的屁股后面是爱心 ，You got it！ 掌声再次谢谢他们。